那个女人的事处理干净了？干净了，证据不足，没有立案。心思全在女人身上，公司搞得一塌糊涂。要不你考虑考虑，和我在一起吧。你这弟弟火气还挺大的。我们结婚吧。坚持住，要坚持住，你别死，听见了吗？其实你宁愿死要选择离开。我放你自由。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你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夏木他快出狱了吧。